在寻找爱情的目标，我一直想得到爱情的讯号。我不是你说的那个花心韦小宝，我只要一个人真心对我好。我天天在祈祷爱情的来到，是不是我的好感动了月老？你的出现，你的笑，我神魂有点倒，我是你最佳男主角。我的桃花运它来到了，我会拥你在我怀抱，不让你走掉。爱一个人懂得真心才是最重要，别离开以后才想到。